行走在香港岛的大街小巷，你一定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铃声。这种只有在港岛才能见到的双层有轨电车，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叮叮车。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之一，叮叮车从1904年营运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承载着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港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电车司机林植来说，叮叮车更像是一位亲密无间的老友。这个全部就是我们的驾驶室、驾驶盘啊，全部的种子跟电子全部在这里。为什么叫叮叮车呢？因为我们这样就是个提升人的过路马路。现在要开车了。从业近30年，回忆起自己初入行时的艰辛时光，林植仍记忆犹新。夏天呢，天气很热，而且我们这个电车是没有空调的，所以有时候满头大汗，有时候衣服都湿透了。那冬天也是这样，冷起来，你如果穿不够衣服，会发抖啊。那下雨。就是他那个雨啊，往那个车门吹进来，有时候身上都湿掉。然而，凭借着毅力，林植坚持了下来。他回忆说，曾经一段时间，叮叮车因仅35公里的时速面临取缔，但却遭遇多方反对。对于香港市民来说，无论是经历风霜的电车轨道、棕色的无玻璃车窗，还是经年不变的低价车票，亦或旧时香港情侣游车河的业余消遣，都让叮叮车与遍布香港的双层巴士相比显得朴素、浪漫而珍贵。2019年，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回归一章》中，林植本色出演，将香港的电车文化带给亿万观众。他们要坐电车上下，坐那个最古老的那一部120的那一部电车，先进来的那个司机他们不懂得开，那公司就安排我去做，然后就是在那个拍的时候要拍很久，几个钟头才拍一两个镜头。回归的时候我都在香港，那个时候就是也跟香港市民一样很高兴的，很激动的。2019年6月以来，香港修理风波引发的黑暴和社会动荡为东方之珠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暴徒的暴力封路，林植说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保护电车。开不过去就停在中环，司机也是很害怕、很紧张的，因为怕被他们伤害，因为他们要扔砖头。乘客都下车了，乘客都跑掉了，只有一个部空的电车在那边。那没办法，就是说要看住那一部电车，保护那一部电车，那就要坚守岗位在那边了。跟电车是很有感情的了。30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独特的叮叮声，林植即将步入自己的花甲之年，也见证了香港电车的变与不变。以前电车呢，它外壳是用木制造的，而且是用机械化操作的。现在呢，变了，就是说电车用外壳是用铝合金制造，里面是用电子操作这个电车的，凳子也比较宽敞，坐得比较舒服。不变的就是电车的路轨100多年还是这样的。我们员工跟市民对电车的情怀是一样的，没有，永远都不会变的。